高三我必须向你证明一下，这才是我当年的证，这是我写的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？现在的证就变样了。我写的很慢。你的字在哪？这是你的字啊？这不是字吗？这是字吗？他写了快10张，我才写了1张。你在？这不是字吗？这字才不错。写字跟画画是一样的，不要把写字看得太过于复杂。我看看我差下的字儿。就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能别排吗？我的脸不要的，我不要脸的呢。我不要你脸，只要你这儿。这个序号要写吗？你觉得可以不写？不用写序号，我觉得。但我们这贴哪里呢？我就写一张张，然后过塑。过什么？过塑封。塑封。去哪里塑？门口找地方塑封。走。雨还下吗？好，对啊，喇叭山。喇叭山，喇叭山。哎呀，你卷个舌好费力，你知道吗？喇叭山。不用下，不用，没下雨，不用拿，不用拿了，不用拿了。我就拿。我就拿。都是各一份，然后过个塑。下雨了，咋走呢？这是这事儿怎么走呢？你们咋走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怎么办？不知道啊。让你们带伞不带伞？你带伞了？我带了呀。你拿出来呀。就一把。你冲呀，一把也可以冲啊。别影响我，你可以冲，我打伞。轻轻轻轻轻东西，东西拿完全部搬走。那些片子、啊、怎么办、啊、我们带走吗？我们可以拿走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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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，哇塞，拜拜。傻路，拜拜，走人。